哎，你怎么可以穿过我的包包？哎，怎么了？开始了 ，What's happening？ 这个我也要玩刺客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要拉那个，为什么我拉一个？没被拉到。那个为什么我拉？还有人被拉到了。二货，一群二货。二货，一群二货，优势就是建立在一开始。下去。完蛋了，我去开门啊，怎么？对吧？稳了，对吧？稳了，一群二货。哇，完蛋啦！为什么我是没事没事炫？我刚不知道拿法洛怎么变炫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！因为他不是一个扭腰啊，你一个扭腰，我的法罗都被你跑走了。因为他是看你跟角色接触的点，他不是拥有间距选取。不是啊，我是刚超卡啊，刚刚是卡卡，然后我原本是抖到那上面，就莫名其妙变得很奇怪的淘汰。我们的天下武道大会要来了。都看他抓了什么？不急。哇，有人抓了魔豆凯撒，很有想法。魔豆凯撒。魔豆凯撒不是那个 Michael 的文章写的是垃圾，真假的？垃圾集有什么？有那个攻略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。可是攻略在哪？攻略在哪？卖掉什么鬼钱？怎么有攻略啊？上面有写的吧？垃圾集，我记得有葛炮，然后二煞师，还有什么鬼？这个不是哈佛达到第一名吗？那个有个女生玩炉石的。嗯，装备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了，不是有 po 一个那个？我看到了那个表。哇！我操！怎么已经有电刀了？卡利奖！我卡利奖抽到我了！我那个杰德直接在后面开的狂 A， 我觉得我的班要死掉了！天哪，这个怎么是个二？淘汰了啦！卡利好硬啊！上面一个达人玩，好买啊！好惨！就是奈德利。看你老师太牛逼！看你老师太牛逼！哇，怎么有人拿机器人啊？有点东西耶、欸！真的残忍啊！这是。你这什么阵容啊？哇，嗯，好大！哇！哇操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奈德利怎么那么猛啊？哇，奈德利好猛啊！那鬼！哇，完蛋！哇哇！被当儿子打哎！哇，奈力跟鬼一样哎、欸！我靠，谁会可以先深蹲？
哎，神盾啊，神起来了，神盾赢了。浮潜，为什么范是贵族啊？贵族世家，贵族世家。哎，没什么东西能选。立刻跳起来，直接拉。完蛋了，好，那个鼻子太妙。不行啊！哎呀，深蹲起来了。小 H 有点动手。完蛋了，要深蹲了。好，起来，跳起来。用力、欸！我直接被打到下面去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蜘蛛小蜘蛛也可以加那个伤害，也是很鸡巴，真的明显。要选谁耶、欸？我知道选谁的话就选装备，算了，选这个。嘎，林老师，跳大财，走了。嘎，我比较近啊。有个人好像要跟我抢这个吗？欸、是你吗？滚滚是你！三倍！干，垃圾游戏！垃圾游戏！干！给你个哭脸！哭脸！笑死！来了，二阶机器人，抓起来！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啊！来了 ，Harry， 让接抓！怎么不见了？我操！我怎么鬼？我怎么鬼？我操！机器人直接出一极刑！哇，这什么鬼？我直接被打到最后一名了，靠！没关系，等一下有人在你下面，那我会下去。你们怎么下来的？你哦，你又上来了，没事。哦，你又上来了，我下来都特别快、啊。他这个扣很快、啊，下的挺快的。哦，老师，这个是氪金阵容，我干杯！机器人，那机器人超奇怪，我刚刚说了。我刚刚说那个机器人怪怪的，直接拉我 AD carry。我刚刚说那个机器人怪怪的，干！哇，垃圾游戏，真的是垃圾游戏。那个机器人怪怪的，我干！我要直接反安装，我要直接反安装，受不了了。被机器人搞到崩溃，操你妈的！没事了，我的爸爸哎、欸，他那个 AI 的优化超烂的，既然机器人这么牛，干！你前面挡了两只，他给我穿过去。机器人做坏了。神盾蹲起来。别吃亏啊！哎，怎么有人蹲的比我下去？一起下去看一下，奇怪，你也没在存钱啊，你怎么会掉下面？还有两个嘞，我存了30块、欸。干，都是那机器人啊！现在直接被机器人搞崩，好扯哦！
神尊，就要神尊。谁？赵子林。完蛋。对，打比赛费城。完蛋，要拉过来了。还敢给我选维恩呐、啊？小他。你怎么把我的那个卡利斯拉？好猛哦、喔！好猛、喔！卡利讲 A 他，维恩。你讲打坦克。完蛋，都在打坦克。什么年代那个？手粘上去。折伤了。啊！好菜。为什么你的饭这么硬啊？因为有人打不到我。帮你妈的干！我说你弄啊！嗷嗷嗷嗷嗷！敢选维恩呐？我没插，我没插，我没插，我已经蹲下去了、欸。有没有人逼我下去的、啊？哇哇哇！刺客流的，他那个摩托凯撒可以干嘛？剁掉你会维恩下去吗？好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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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没事，刺客流。好重好重好重！看起来不太对，不太对，怎么运动有点久？蛮久，我的卡刀转起来，你要下去，好太累。不对啊，不对啊！我说赶紧转起来，转起来啊！怎么转起来啊？刚那个转起来好像不太对劲啊！哇，完蛋，打到消血了！哇，怎么会进入金色的凯阿瑞斯？哇，这个没用啊！多下去，两个坦克 A 锤，哇，下去了，好痛啊！好痛，下去喽！此刻凯丢，哎，你的肾啊！哦，被小 H 一次打死，那个蜘蛛加的血好疼啊！我都没有出过药的，没有什么特别想上面，啥东西能啊？有啥东西能、哦？哎呀，我的科加兽，我的千绝，我的科加兽，两千加兽卖掉很快用。哦，科加兽可以。科加兽，我的挖被挖光了。哇！谁叫你站得那么高？谁叫你这么大？哎呀，我开门呐、啊！完蛋！太棒了！哇！淘汰！完蛋了！他看起来离淘汰还有一段距离。淘汰！他感觉可以挂机个两三场没问题。挂机。哇，完蛋！哎，老师，还没给我放回来。这么多钱，然后凑这种组合出来，没人淘汰。
肯定可以啊。韦恩淘汰。啊！暴击啊！菜鸡、哦！不对！韦恩淘汰呢？完蛋！不要啊！哎呀，我回来了。菜鸡。后来我直接打爆了。啊！为什么笑钱可以那么存到十块钱呢？好扯！我没抽这么强的抽啊！我要淘汰啊！爆章一波！什么？扛不住了，都要选择什么东西？船，还行还行，我再坐到后排一去，应该有办法。怎么不太行啊？哇，这什么？不对啊！哎，不对啊，这样我会爆开，不要啊，这条线！啊！直接爆开！你这什么东西？哇，那个30，太悬胆了！30钻石给不给？我摸到了！阿炳，爆开了！你怎么开的？爆开了！因为降点比较快啊。我刚开了。嗯。上面真的超猛，就是一下下雨不下雨。应该玩什么 DOTA？ LOW 啊？对啊。这是 LOW 啊？你怎么都长这样？这是什么 LOW？ 我的新模式。下象棋、象棋、战棋类似。四人棋。四人棋。那个装吧，好不好？我被野怪吊打了。我好像被野怪干完了。我被野怪干掉了。哇！哇！我的金瓜开不出大局了。嗯、还能又原地开大了。哦、叫个装吧，大爷们。那放在包包里，不知道有没有漏出啊？这个放在我包里，我包里充满了西瓜味。嗯哼。上个说至少看过人家。哇，小鱼。上完价钱。手下留情。对，不要送我下去啊！我靠，被妈的！那是抢劫吧？我被你送下去了啦！这好事啊！买口碑，我的机器人无耻了！还可以，我还活着。哟，机器人，开锤！哇啊！耶！哇，我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不可以死！我等下，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又要打起来？大概是吧，然后我们之中要下去，之中要下去，我们之中要下去。你每次都玩那么刺激的，会不会有点可怜呢、啊？哇，理事长一个站好站满，我操，机器人那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这个机器人很有感觉，很有感觉是吧？跟鬼一样啊！哇！结果是大变动飞腾，我闪过难受。哇！有人飞起来了，有龙兽，盯死你！怎么机器人把胖娘抓过来就无视他了？哎、欸，不对！哎、欸，不对，胖娘爽靠哎、欸！嗯，别送我下去干嘛？啊！哇！千珏，你这个白痴！千珏，大家再见！不要啊！大家再见！玩不到游戏啊！玩不到游戏，还敢玩死人棋啊？哎、这个闹这么地，马上鬼一样。就是，哎、欸，我已经蹲两场了、欸。那之后可能有四场，好多。有小奇怪啊。我累。
Michael 是一个虚空，虚空症。对，很少一个人那个。有没有那种事？我买这个。Michael 的反正也快成型了。啊！你们先打，我先回家。我觉得我回家，你们还没打完。看我怎么好像有什么东西啪就不见了。我觉得有什么东西突然不见了。我觉得你还没成型哦。我觉得阵容是不是有点克制你？等一下，哇！不对，哇！好梦，拿六把就知道了。怎么是三星的上人跟三星的弱势属性啊？哇，小徐这个好狠啊！哇！好人，确实是。有，哇，还三个！哇，三个国产！哇，我也想不到了。长这个也不错，直接一个道具。非常需要这个国产。哇，无敌残忍！看特约又是什么？德莱文。有拿到吗？这套？无敌残忍啊！德莱文呢？如果这个阵容弄到德莱文，哦，干嘛没放到靠背？哇塞！完蛋了，机器人！机长是神圣啊，你是野兽吗？机器人啊，哇！完蛋了，兽人跟武斗家。哦，哎，我站起来了，机长。你的血超级好。完蛋了！完蛋了！怎么？应该是什么都没拿到。杰德是做杰德的，一只熊。你的血超级厚。哇！有没有沉默啊？不该沉默是沉默。你那边那个动物园。好扯哦，那么多。哎，动物园 VS 动物园。哇，你那也太怪老大了吧？怎样？他就能开外挂。哇！哎，直接爆开！哇，直接爆开！这个人开外挂，他那有什么快就不看了。哪个八卦？哇！哇！崩啊崩啊！崩啊崩啊！崩啊崩啊！
出东西啊。那等于怎么能挂机啊？干！被抓成白痴，垃圾游戏。多少钱继续蹲吗？好像还可以再蹲哦。看那个机器人真的好靠北啊！熊怪到底行不行呢、啊？啊？熊怪拿火炮，攻击距离比较远啊，不会卡到那个，就不会卡到近距离的。我看到了，他隔着一个客家子在打。不然的话，要是近距离的角色太多，他都会打。好脸啊，是不怕熊怪的那个。他还有反甲，很乖。好累。他再多你一个人。好累。他多你一个人啊。差一只，买不起来啊！哇，得到钱还可以蹲哎、欸！啊，感觉还在蹲。他每次踩在那个，他是50块。那就行。好像真的可以蹲，要输也不会输太多。我接手那个，纳尔太硬了，敲不死。那是纳尔大大好吗？变成师的。啊，还有那个变成师的那个 buff。诅咒。有喜哥啊！我抢哥抢够惨吧？然后那个装备吗？亚索，就要靠这个亚索，靠这个机器人了。哎，太慢了。好卡哦！那个沉默刀好，肯定就是狗。哇，这个四个三星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哇，好奇怪的，这接太痛了吧！飞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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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呀！哇，要苟不住啊！哇，这你要苟不住啊！哇哇，下去！哎、欸，直接下去、欸！哇，那真的好强哦！干，直接被四个三星送下去、欸，打不赢纳尔。那真的好猛、啊！不是有三重滴血吗？那要几乎全活啊，对面几乎没死啊，那个伤害超痛。四个三星送下去，
那真的太猛了。那个四个三星是三小啊？哪一个？那还是真的猛。哇，大片真的啊，他妈基层战士，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常见的角色，然后三星是这样，哇，基层战士，干。欸，其实六人滑稽的时候可以。哦，我还没吹起来。哇，那打不赢。你都蹲太久啊，其实很难抓。哇，没上到大局。哦，有办法让我用活着吗？没办法了，可能啊，他那个大绝没唱到，十个大绝没唱到就爆了。我的基层战士果然还是不行。干，他装很好的，他装超多哎，对。我觉得我要下去。打野怪，打野怪应该三个都打得赢。抓不到东西啊！看，人垃圾耶，永远升不上去。看，你要三星机械，这辈子不来啊！这辈子不来，一星，有多穷二星来就搞不到。穷二星就啃吃你的搭配跟装。把龙吹起来啦！直接发动，把龙吹起来啦！但旁边都不会受伤哎、欸，哇！完蛋了，龙一掉下来，他要把你吐死啦！没差，他只是救兵也是继续杀。那真的好烦哦、喔！哇，纳尔，真的好猛哦、喔！我操，这做坏了纳尔，真做坏了。萌死人情，哇，你扯啊！心魔嫉妒恨，你也是来自哪儿啊？我被屌虐了啊！谁想来挑战就是哪儿？哎，我要被屌虐了，我被当的是大家都来挑战的，你那个基层战士，这基层战士。也是有一片天的，哎呀，基本上是把纳尔吹飞了。这是可以，这是那个维恩没被吹，这是维恩走位，顶不住了。维恩有机会吗？哦，纳尔来了，完蛋了，那个纳尔维恩射不死。那个纳尔维恩是没有机会的，看他还有反甲。你就看那纳尔弹起来的时候还有机会，让他没有机会吹。反甲勾出来啊，反甲哇。我基层战士卡角色啦，连基层战士都卡角色。基层战士，后面的角色太多了。神星机器人，玻璃兹，那个机器人，黄金玻璃兹，哇！换个站位，不用换，不用换，等下去。黄金玻璃兹，等买个这个压压惊。玻璃兹被什么扛？刺客吗？因为拉他也没用，阵容也提升不了。我刺客我已经跳过来啊，然后他那个玻璃超硬的，不会死。可是他等于他的技能废掉了。他搞不好可以拉其他出。哇，龙兽完蛋。对啊，他可以拉其他。龙兽要放大了，龙没杀，龙兽放到大了。啊，龙兽放到大了，是啊。哇，还被客家兽咬起来。哇，不是啊，那个纳尔跟鬼一样。那个龙咬也怪怪的，我一看了一下。是不是要变身的比较猛啊？哇。因为他那个组合搭起来，那个变身者组，可是三只，他这样只有两只吧？三只啊，三只、啊。龙女、纳尔跟奈德利啊。哦，还有奈德利，所以他有兽，而且有兽人吧？有两三只像兽人，然后飞龙。超快，太鬼啦！这是又飞龙。纳尔跟奈德利都兽人，我刚好出兽人，蹲不住了。变形师约德尔人，然后他纳尔又弹，然后虚空啊，这边又虚空生物，哎、欸，虚空那谁不见？这边还有一只叫虚空啊，又虚空，虚空的职业分布，分不住了，虚空是附加，虚空蛮痛啊，虚空是伤害吧，虚空直接给你灌伤，虚空是破甲、啊，可是我觉得职业分布很偏啊，没有好，完蛋了，饭被吹起来了，不
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。你的基层战士能顶到现在已经蛮体贴。哎，要下去了。基层战士下去，笑死了。刚刚太扯了，他状态好弱。这游戏就是靠赛了。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，没有什么好选的。卖掉了，死哥，死哥反鞠躬哦。死哥卖掉。安娜斯，安娜天使，我就知道。懒得想。残忍啊，这是。没事没事。天使那水滴卖掉可以装一装啊，反正。死哥卖掉，死哥卖掉。那你最后的挣扎。最后的挣扎。哇，这个龙女。精进之，我有一颗三星嘛。哎，精进之矛，好吧，其实我会比较想要给那个龙兽打那个。已经最后的挣扎了。没事啊，反正他要下去了，他怎么样？他怎么做都逃不过。什么？太卡了啦，这个自己自己。他的东西怎么有点多？那哇，最重要的机器人被吹起来了。龙兽好像封到大，哎呦，龙兽封到死哦，龙兽要封大绝封不出，龙兽封到死哦。可是我重点不是龙兽啊，我重点没有啊，那个纳尔，他那个龙女，纳尔哇，真的夸张啊，那龙女太强了吧，反甲，那龙女怪怪的，反甲太强了啊，上个厕所，反甲不太正确，那纳尔他龙女怪怪的，奇怪。